洗过衣服后的台面总是有很多泡泡和水渍，很难清理。这是闺蜜给我推荐的带刮板的硅胶刷，台面上的泡泡和水渍一刮就干净，完全不留水渍。像这种平时很难清理的各种缝隙、边边角角，都可以用它来刷。卫生间的洗手台盆可以用它定期清洗，还可以刮镜子，镜子刮过就跟新的一样。